同学们好，我最近呢要跟大家呢要专门画几种比较常见的鸟，一种呢是西河，一种的鸬鹚就是白鹭，还有一种呢就是鸳，就是大鸳啊。那么我们先来画那个西河，西河呢你在画布上呢是比较小的啊。那么我们在实际临摹它的时候呢，最好要大一点，要大到什么程度呢？当然，一般我们在画那个西湖的时候呢，都是画中堂一些呢，就是跟那个真的西湖呢差不多啊。那么略微小一点也可以，如果太小呢，就是现不出那个西湖这种气度啊。所以呢，我们临摹的时候呢，指定呢大一点啊，我们大的纸体呢，那么画的边呢，也要稍微大一点，哎，那么像这样一只拿长锋的羊号边问一下呢，我们先画眼睛啊，这只大边的也可以画眼睛，哎，小的，你只要干一点了就能画出来的，哎，中间部分定好啊，眼睛呢画的时候呢，最好也画成那个凸眼影，哎，不要太圆，哎，那么它也有点直过来的，所以这样啊，画好以后呢，把眼睛圆住了，画好啊，画好以后呢，接下来因为它这个底部也有一些呢是有点黑的啊，那么黑的画好，画好以后呢，那么就这一次笔下来，画这个嘴巴啊，嘴巴呢也是从下面这一条开始，哎，嘴巴很长的。对啊，那么在这里啊，那么下面的啊，从这里啊，那鼻孔画好啊，那么这里呢？鼻孔上面呢，要它有几根硬毛，哎，那么它有一个淡定的关啊，那把它揉出来啊，你可以用淡墨水，淡墨水把它揉出，那么下面啊。那么我们可以，它是转过来的啊，下来啊，你不要太光滑啊，要有点顿挫怎样呢？你显得这个活的颈部呢有点力度这里呢它还有一个黑黑的颜色的毛啊，那你要把它画出来。黑颜色的毛呢，你去观察，它是从下面开始慢慢的，这个胸部上面的白的，慢慢的它，回到后面的背上，背上再黑的，胸部这个地方呢，就带。因为它这活的本身是白的，那么你这个用笔呢，可以带一点，但是带的笔呢，你要用笔还要沉住，否则呢飘了，慢一点啊。用一点枯的，把它胸部画下来。
它的臂部呢，也要有力的插上几遍。那么你们看啊，这个修河呢，它这个尾巴上面有黑黑的，其实你们错了，不是尾巴上的。哎，你真的修河，你看了这个黑的鳞毛啦，不是尾巴上的，是在那个翅膀的底下的。所以呢，因为比较长，它那个收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跳在那个尾部啊，所以它的尾巴很短啊。那么这个黑的鳞毛呢？哎，人家又会还是尾巴，其实不是尾巴，哎，这里，翅膀上的东西。那么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啊，从那个触板上面的啊，那个翅膀上啊，来，这里伸出来的，哎，那么要避免在这个伸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那边的翅膀，哎，这样，你要有力啊，那么你别也不要。支起来啊，也要中锋哎，这里还可以加一哎，这样。那么这个好了以后呢，哎，我们加胶啊，它的胶呢也可以啊，上钩也可以呢，直接画啊，像画那个竹子一样的画哎，一等啊，一等哎。等啊，哎，这样，那么这一条题，哎，这样，好，那么我们加上那个红的关啊，丹宁的关呢，一般呢你是用朱红，哎，就是朱瓢啊，朱瓢里面你可以放一滴淡淡的黄也可以啊，哎，那么这样啊。加好以后呢，那么加嘴巴，嘴巴呢是花青色的，用花青啊。好，那么我们会了，先测一种哎，它的。头部的一种啊，装饰位呢，那么我们可以用黄的颜色，在眼睛底部啊加一点点。为什么加一点黄呢？因为这里这样的色彩很丰富了。你看，现在的红、黄、蓝三种颜色啊，三种颜色呢，哎，比较下调啊。那么它这个嘴巴里面一个神呢，你可以不画，也可以不画啊。那么，如果要画的话呢，你在这个地方呢，稍微露出一点，从这里过来，它的舌呢比较短，就这样，也可以啊。好，这个，衣服啊，我们看一下啊。好，我们完成了，我们再画一张啊。好，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呢要画白鹭，白鹭呢跟西湖呢稍微小一点的。但是我们画的在画面上呢，也不能画得太小啊，也相应的也要大一点啊。我们先来画，我们呢先也是从眼睛开始啊，再画嘴巴，嘴巴画好以后呢。哎，在眼睛边上呢，哎，混一点淡嘛，哎，那么鼻呢稍微凸一点的，要画头上白的一个鳞毛，哎，那么再把头部画出来，
肩膀啊，背，它的尾巴呢也是很短的，哎，因为它嘴巴长啊，尾巴是短的，哎，那么我们，现在画它的脚，哎，脚呢？其实它是红的脚，那么我们用墨的也可以画呀。加上颜色。它的颜色呢，要这个珠表里面放一点黄，哎，那么它眼镜边上呢，放一点蓝的，好，我们整体看一下，好，这个白鹭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画院子啊，大院啊，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呢要临摹这个大院。大院呢基本上都是用墨色的，就是它的脚跟那个嘴巴呢是一些橘黄色的啊。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呢，我们先从头部啊边上的浓边一点点带下，带下，哎，大院的很有味道的，都是水墨的啊。好，我们开始画啊，我们哎。从头部开始画啊，画呢也当然也是从眼睛，哎，眼睛切好以后呢，大印呢也应该画大一点，哎，浓笔哎下来，哎，从这里哎，那么你可以停留一下啊，让它膨胀一下呀，这样，它的颈部出来了，胸部出来，哎。这样呀，好，那么这支笔呢，理一下啊，理一下以后呢，先把那个下面的眼睛下面啊，带一点的，好了以后呢，把那个嘴巴补上，哎。嘴巴呢，这个颜色呢，现在是没过的，但是呢，你用笔的时候呢，也要哎，沉着哎，不能浮哎，这样哎，下面这一边，好，嘴巴好了以后呢，基本的它的势了啊，已经看出来，那么它的胸部啊，身体我们把它先。啊，用带一点的啊，这里，沉住哎，这样哎，有点酷毙哎，那么它下面呢，它的肚皮上呢是白的，那么可以用酷毙哎，试试它的羽毛。那么，它的后面呢，屁股上呢，也要有点带呢。它这一部分呢，觉得还单薄，你可以补上一遍。好了，很厚了啊。那么尾部呢，再用点浓墨，哎。它还有翅膀啊，那么尾部呢，在这里，好，那么我们补上胶啊，它的胶呢也是用朱标加藤黄，哎，调一下啊，
调一下呢，松也要像花，是一种木棍了，那么也要沉着啊，这个臂呢要沉着，不要很轻快的划，等一下，它的脚，它的脚呢跟那个鸭子跟狐差不多的，也是有一个连章的。这里一张，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好像还薄，那么我们再用笔，可以再补一下，因为它干了以后呢，还要带了，我们再补一下可以，好，这样就保脉了，那么你看的时候，我这个笔痕呢也是天衣无缝的，好像是一次性怀针的，所以你补的时候要千万要仔细啊，那么。我们在后这个地方也一个回顾的一种姿态也先从头上开始，先把眼睛画好。那么我们呢，把他的嘴巴先补上。颜色补上以后呢，那么再用浓重一点的墨画头部，这里也可以用浓墨你这里小心你水多了，让它慢慢的渗过去那么用的淡一点的鼻的根部有点淡的你可以让它深化开来，让它这样好，那么我们呢，放一点水淡一点的，它的鼻部画出来，这里有点干了应该有一点干放点水要你哭这样好后面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要可以画尾巴画点尾巴否则呢宣不出它的这样也别够了一试一下就是了好那么它的胶呢看不见看不见就不画了那么上面呢我们画一只飞的飞的呢也要先画眼睛眼睛在这个地方看到头部的顶地所以这个眼睛在边上那么这个头呢我们先把它画出来画好我再一点浓墨浓墨再好以后呢我们准备画这里的翅膀了翅膀呢头上浓的这里淡的那么这里呢有浓的你看我根部是淡的头上浓那么现在头上用起来可以一闭开始那么这里慢一点水少了慢点就这样那个我这边也是竖起来这样那么再放一点水放一点水呢
它这个下面呢，衣帽呢要戴，用后边画好以后呢，它的胸部把它画出来。专业一点绒毛啊，绒毛呢，它的尾巴呢也是绒的哎。好，那么你觉得后面那个翅膀还带，那么可以再加上啊，差不多。那么在这边呢，也就是这只别好了哎，一蹬啊。这样啊，那么就这只笔啊，蘸一下清水啊，那么这里呢，就这只笔了。好，那么我们加嘴巴啊，水要饱满一点。嘴巴加好以后呢，眼睛下面我们还要补上一边，这样的差不多啊。那么叫啊，再补上。好，我们整体看一下。好，这只鸟呢将要飞落下来的样子啊。我们画大雁呢跟西湖呢这一节呢就讲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画一些花鸟的组合了，同学们再会。